各位发财，你好，我是来自 MyFM 的 Jeff 陈浩然。首先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部《阿炳心想事成》有多精彩，不用说。买飞入场看戏，过年你做什么？不是在家吃饭、吃饭玩、吃饭玩之外没事做的，所以一定要入去看。最主要就是什么？其实这一部戏呢，当时呢就不是找林德荣拍的，导演是找我的。 OK， 本来原本的名字叫《阿贤梦想成真》的，但由于我档期有问题，你知道我本身很忙，我有电台啦，主持节目啦，同埋好多片商都揾我，咁我觉得俾机会林德荣先咯，所以就导演系咪有呢回事咧？讲真话，唔使讲，睇我反应就知道有冇呢回事啦。冇咩 ？OK， 所以咧记住系阿显梦想成真嘅，但系咁我如果我让位俾阿炳心想成啦，咁阿显梦想成真就嚟紧啦，蛇年啦，大家热切期待啦。咁啊，咁你都唔好失望。因为你除了看阿炳之外，今次我在里面都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。如果没有了我这部戏，是真的没有心想事成的元素，它最多是心想而已，事成不到的。争什么呢？就是争我了。因为我在里面呢换咪啊，我在里面是不是给了一点一样东西，很重要的，令到这个女主角起死回生的，有多重要的你自己去看。我不可以讲太多，因为透露太多，那你看什么鬼啫，是不是即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最后就是OK， 而家到我啦，应该啊。冇理咁咧，阿显咧，我好朋友嚟嘅吓。咁我系拍呢部戏咧，其实呢部戏啦吓，净系有总共系七十场戏系嘛？系。七十场戏，咁林德荣主角嚟噶，男女主角都占咗六七十场戏，六十几场啦。系咯。但系佢正话讲嘅咁多嘢咧，佢只系占咗一场戏嘅啫。系咩？你不是分两场咩？其实咧咁样嘅，呢部戏未开拍之前咧，我同阿显谂过嘅。阿显咧叫做咩？阿显心想事成系嘛？其实我都系啊，我都系谂住小话心想事成嘅。咁我谂住但系小话心想事成系冇人投资，冇人会投资嘅。咁就变咗俾个机会林德荣啦，啊俾个林德荣。系啦，因为佢而家三十四廿岁啦，系嘛，拍得几多年啱冇？啱啱，系咪？人唔会风光咁耐嘅，啊，会有上有落噶，佢上咗好多年噶啦，应该落够差唔多。乱讲嘢你，唔系，即系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喺度祝福大家就系、是，祝大家我系 Jeff 陈导演，你介绍下先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。系小华导演啦。啊，小華導演咁咧，我如果睇過電視版《阿炳》咧，應該見過我嘅，我就好中意喺裏邊咧客串一個角色嘅，係因為咧我呢啲咁嘅演員咧，所以出邊係冇人揾我嘅，咁啊自己導演啊嘛，啱啱自己導演嚟噶嘛，咁自己拍嘅，自己擔下角咁樣咯，咁就可以親近啊 Baby 咯，啊 Baby 咧係我一個好喜歡嘅演員嚟噶。咁樣唔帶到我老婆睇到啊！呢個咩嚟嘅？呢個相咩㗎？上網有好多人睇㗎。唔好講，唔好亂講嘢，特別係你老婆睇到㗎。好，最後我哋祝大家心想事成。